阴阳。那个绣品真的是很精致，而且它那个风光啊，山水啊，那个确实也很漂亮，那个风景。以后有机会可以想到他们那边去旅游一下，看看真实的风光。我看看，保石化，重新保石化，保石化，是用石头，然后你年轻走过以后，